老主任啊，为咗提升学生嘅学习兴趣同埋教学效能，学校今年咧就想引入电子教学，咁我就想喺下个月喺3D 班嗰度试行先。电子教学，我怕。我明白电子教学同传统教学系有好大分别，可能你都要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。同埋對你嚟講可能會陌生少少啊！我希望你可以同你嘅新 partner 阿 Miss 呢一啲緊貼資訊科技嘅年青老師合作，製作電子教材，咁啊可以配合學校推行電子教學。咁你教學經驗豐富，咁你可以將一啲傳統嘅教學智慧傳授俾佢哋。以我年資同埋經驗咧，我係絕對有能力咧帶領其他老師嘅。校長你放心。我好有信心可以做好这个电子教材。呀，为什么整个都没有画面，这个搞什么啊？ C part testing testing C part 有了有了 testing 好，各位同学，今天呢嚟過，各位同學，今日咧我將會同大家講解呢個教學。好，各位同學，我今日咧會播放一條短片俾大家睇嘅。咁之後咧，我會問翻大家嘅問題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心睇片，知唔知？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e paper, each worth 10% of the subject mark. Part A is compulsory. As for Part B, you may choose either the easier section or the more difficult section. 喂，今次係電子教學啦，只不過係老主任喺度熒幕教學啫嘛，咁同真人現場講有咩分別啊？有分別，你睇老主任教食曬螺絲咁樣，仲需要真人啊？整間眼冇整病。梁 Sir， 你上次介紹嗰啲電子教材軟件咧，真係幫到手啊！連我呢啲外行人都教得掂，唔該曬啊！一場同事唔爭氣，其實網上面咧仲有好多免費資源噶，睇你識唔識揾同埋識唔識用嘅啫。好彩有你幫手咋，如果唔係我要花好多時間去揾啊！電子教學真係好幫到手噶，早學好過遲學啊！好，咁下次請你食飯，我翻去做嘢先。好，多謝先，老主任。電子教學嗰度咧有冇嘢要幫手啊？我揾到個教學咧講如何製作電子教材噶，不如一齊整啊！唔使啦，我自己可以 handle 得到。哦，唔好意思啊，我以為你唔係好熟電子教學嘅嘢。Miss 啊，如果你有多餘嘅時間咧，不如你將啲心思咧放喺如何改善教學方法度啦。Sorry 啊，老主任，我會努力噶。陳 Sir， 點解覺得頭先套戲好睇嘅？係咯，套戲好悶喎。嚇，你哋覺得好悶咩？但我唔係咁睇喎，我覺得咧個男主角咧高大有型之餘咧，佢都係好幾型。師兄情，你幾時喺度噶？你一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啊，我就过嚟揾你啦，系冇够 friend 咧？哦，喂，我都好想好似佢哋咁咧，同啲学生倾偈，倾得咁开心。喂，我知道你在教学上高咧有啲困难。Contact Facebook？
呢個 page 咧入邊好多教學技巧相關嘅 post 同埋 comment， 我諗可以幫到你嘅。唔係啊，喂，咁職場上邊嗰啲人事問題咧？咁我就愛莫能助啦。啊，你學校搞咗電子教學未啊？嗯。我近排啲老師忙到甩碌啊。我都係搞掂我自己先啦。啊，講多個消息俾你聽。教育局近排有舉行一啲電子教育相關嘅課程 ，Earpod 啦、Google Classroom、Schoology 一類入門嘅軟件。我諗你可以約埋你嗰個老主任一齊去。嗯，我睇下情況先啦。喂，今日正題係點解你拍拖唔同我講嘅？點解我要同你講啊？講啦。嗰個啊，我哋一齊搭上堂嗰個 Kathy 啦。嗯。Facebook， 我有一个难题，想请大家帮忙，如何有效使用电子教材教书？敬后咕噜肉台监，敬后台监，古人嚟噶，咁古怪嘅呢个人，教育局嘅工作坊，值得一试。承蒙熱心解答，感激不盡。我都有一個難題求指教，不妨直說。我班學生成日上堂傾偈，坐唔定，請問有咩方法令佢哋專心上堂？正所謂投其所好，你可以嘗試觀察學生嘅喜好，將佢融入喺你嘅教學設計內容，咁樣就可以提升到佢哋上課時候嘅專注度啦。你亦都可以设计二质分组嘅任务或者比赛，要佢哋喺限时内完成。咁样既可以令佢哋集中精神去完成任务，减少同课堂无关嘅倾偈，又可以促进佢哋合作学习，以强带弱，并有助改善佢哋学习手信学生嘅学习情况。嗯，我谂我明白啦，多谢你。